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阿谢。今天这支新的 vlog 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圣马丁做毕业设计的过程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别忘了给它一键三连，并且加关注。看视频之前，别忘了给自己倒上一大杯水，因为喝水是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小事。请欣赏我人生中的第一个 crafting。我可真的是服气了，服了服了。我前段时间因为赶论文，然后身前就是压力超级大，所以整个人都烂脸，所以就不拍全脸了。但是今天是2022年1月19日，想纪念一下我收到了 RCA 的 MA Fashion Offer， 好开心，太激动了。所以虽然现在烂脸很不在状态，还是要纪念一下这个有特殊意义的一天。
下身，城市的每秒每分，提示声，我该为何而认真。Sorry, model number one. Stars crowded in time.